吴亦凡卸妆后的未修图照曝光，眼睛直逼李荣浩，网友我的梦碎了。吴亦凡是在韩国出道的练习生，后来回到国内发展之后，因为他帅气的长相还有不俗的歌舞实力，迅速在国内圈粉百万，很多人都喜欢上了这个大男孩。而随着吴亦凡在国内的名气渐渐增大，很多时尚奢侈品牌照上了他，很多品牌都将吴亦凡签约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，由此吴亦凡还兼职当起了模特，辗转在各大秀场之间尽情绽放自己的魅力。但是在舞台上面的吴亦凡都是化着妆的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卸妆后的吴亦凡呢？而近期的一个视频之中，却将吴亦凡百年难得一见的素颜照给曝光了。在这一段吴亦凡卸妆后的无修图的视频当中，吴亦凡穿着一件黑色的工装外套，发型没有变，还是跟马尾巴一样的，所以吴亦凡肯定还是那个吴亦凡。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在卸妆后的吴亦凡眼睛直接小了一圈，而且还有人说这眼睛堪比李荣浩了。而且吴亦凡的脸型也没有之前那么好看了，就是人还是一样的瘦。很多吴亦凡的粉丝看到了吴亦凡这段视频之后，很多人都直接脱粉了。还有喜欢吴亦凡的网友直接表示说，我的梦碎了，你喜欢吴亦凡吗？